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。各位《电玩宅速配》的观众朋友，你们有饲养小动物吗？是聪明的狗狗，还是可爱的猫咪呢？其实有非常多的小动物都被饲养在动物收容所当中，它们都非常需要你的爱心哦。请大家记得一定要以领养代替购买哦。在路上看到流浪或是受伤的动物，选择送到动物收容所应该是个不错的决定哦。在动物收容所模拟器当中，玩家要协助治疗受伤的小动物，还要帮他们洗澡，并管理收容所内的动物，必要时啊还要带他们到户外走走。随着收容的动物越来越多，这个时候就需要资源来扩大房舍啦，同时也要说服访客来领养动物。虽然游戏还没确定何时会上市，这边宅速配也要呼吁以领养代替购买，给这些流浪的动物一个安心的家哦。